喂，做咩打我？打我？我打翻你先。打唔到你嘅。喂，你起身未啊？你而家准备过嚟噶啦喎。好啦，拜拜。好，走啦。快搵下间嘢先啦。应该喺上面嘅。喂，一系等我喺 Google 搵下先。知道就好啦。Open Rise 话喺三楼，好去三楼。系咪呢边咧？写住汉堡包，仲唔系呢个？有边一个系最似 Impossible Burger？ Classic 经典咯。就一个 Classic， 一个 Impossible Burger。哎呀，我净系收现金。喂，净系收现金喎。130。喂，你翻嚟未啊？嗰两个包好似样喎。Candy 去咗买嘢饮，呢度咧有两个包，其中一个咧就系假嘅牛肉。嗱，你睇下呢个包，呢、这个牛肉包，两个系超似样嘅咯。我估呢个系假嘅。你而家试下就咁咬一啖。你试下 B 呢、这个，我想攞个兜啊喂。A 系假肉定 B 系假肉？边个食 B 啊？你觉得？兩個差不多咯，但我覺得呢個有啲紅紅地嘅顏色，應該呢個係真嘅。呢個冇顏色，應該係假嘅。我就咁食下塊肉試下先。而家再試下 B 嘅肉。哎，呢個係假嘅。你完全錯咗啊 ！B 係真牛肉嚟嘅。估唔到呢個假牛肉竟然得到佢喎！我而家戴住眼罩咁樣試下睇下邊一個係你，你求其拎一個啊！我撈亂佢先。喂，你唔好自己都唔記得喎。啊？好，等等我。有肉味。做咩淨係食肉啊？用個方法我先。有味啊？包包包。兩個都好似喎，真係。你話真係第一個定第二個啊？我覺得第二個係假嘅。你俾我試咗，第二俾我試多次係。第一個啊嘛。我試下淨係食肉先。即係佢啲肉質咧，都係好有，好似牛肉咯，兩個都。我覺得第一個係真牛肉，第一個係真，第二個係假。啱唔啱？其實你食咗同一個包啫。咩啊？咁即系到底系真定假啫？但我三次都系俾同一个包你食咗。咁即系到底我试咗系真定假啫？试全部都系真嘅呢个咯。即系全部都系真嘅。切、嗯，咁我试咗次下一个先。等下捞乱下先，净系俾咗一个牛肉佢试。哎呀，好啦，呢个系真嘅，一定系。呢、这个都是真的，这个是假的，这个是假的。鬼呀，你有没有三心两意才行？这个是假，这个是假，刚刚第一个那个是真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算你过关了。啱咗啊？呢、这個人唔俾我掂張台，成日都要幫我抹手，因為你係個小朋友。